咱搁再继续看七十页，很贵。七十页吼，咱顶一点钟是讲到这个大乘论，这个大乘论吼，佛陀是为着要提高菩萨的功行，所以讲佛陀较甲咱教，教讲一定要有修五事第一，吼、哦。就是一定要怜悯一切众生来度众生，第二就为众生受生死苦甘愿，啊第三就讲用善方便来调伏众生，啊第四呢就发心欲知心清理难离安尼。那么第五就是讲欲知不可思议的这个心足通安尼，哦，这个五项大事是顶一点钟讲过，那么下面咱来甲讲这个消行论。有那有真侪深意，总数有九条安尼。好、哦，总数九条吼，我再先列一遍啦。列处有精，第二令精欢喜，第三难调顺者令调顺，第四忏悔者得安乐，第五是断现在忧恼，第六断未来忧恼。那么第七迷信者灵信。第八以信者能成长，第九正法得救助安尼，哦，这是九条的这个法义。九条这个法义，咱即马注意第一条，大概的说明一下。第一条叫做立处无精，当然这个精是计讲出家人，啊，出家人有一个团体，三个人以上就才叫做精团啦，三个人哈。啊，即嘛即句话吼，精者精也，精者精也，安尼较叫做精哦。哦，即句话我讲一下哈，出家人吼，出家人哈，啊，若无就毋是出家人哦，是名出家人，实非出家人安尼吼。出家人。好、哦，叫做精者精也，精者精也，啊，精者精也，安尼，就是出家人，即嘛即句话是计讲出家人，但我即嘛先说讲较快者。就是佛弟子，实际上是讲，咱来包括优婆塞甲优婆夷，啊，精是包括比丘甲比丘尼，心爱正，未使有外高起错爱心安尼，安尼较袂作孽，安了解吼？所以咱在家上，我那注意一点，未使偏差者，偏差就讲概率未使偏差，吼、哦，啊，第二就讲爱清净。爱注意这点，所以这里净叫做反省，清净反省啊。啊，你开始像样的出家人，像样的佛弟子啊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吼？又不修又不依买安尼啊？心爱调理有净，所以这里净本来叫做净地心。有净地心吼、哦，较袂作孽，正直。好、哦，正直的心。哎、欸，加两位啊，一位，那要搁加一位多只？啊，加两位呢哈、哦。啊，那一位卖用三位。好、哦，安定哈。哎，爱正直。好、哦，唔单咧奇奇巧巧，啊，讲话白白擦擦，啊，为着要暗砍家己，啊，讲讲奇奇怪怪，不可以讲，安尼颠倒做考验。好、哦，啊，出家人有哪会安尼？该做的做，无该做一点啊都唔同意唔对。但是这个问题哦，我佮讲者在生活方面哦，我咧讲，小可譬如讲食个饱啦，啥物货啊吼，迄是无啥要紧，叫做啥菩萨行者吼，迄、那个消减唔免真枯燥安尼。安怎样吼？譬如讲你都，人空无主公不如己，众生所欲不如己。
这如敢对，对吼、哦？记住的超越意思嘛吼，记对不？对吼、哦？你要兴趣啥不要紧，但是绝对袂使违背到这个啥，咱头先去讲迄个概论，注意哈，所以注意这点。你要兴趣啥不要紧，但是绝对唔通违背概论。安尼叫做啥？叫做静，记好哦。因为你违背戒律哦，家己将来也需要受报的。我再比如讲啦，你暗顿啦就讲啊，都巴肚真了，你要去甲煮一个泡面来食，无所谓。安、啊、了解无？哦，啊，你若讲六斋日，你都应该注意的。你六斋日有哪注意？啊，那讲到巴肚真了咧。你用一个流质的淋淋的无所谓，啊，那都无必要都买安尼。哦，因为迄个唔是真重要，六斋日的注意的注意，恁阿公不买困做伙的较重点。六斋日，哦，迄点是上重要，因为迄个中间爱静，听无，即、這个都买去有反着。六斋日咯，爱静哈。后来，好、哦，注意看哈，所以这个叫做，好、哦，立处有精，啊，这么就是要和合迄个精团的道场啊。像这句话啊，比如讲，出家人那是有正，有清净，那么这个团体就真圆满。出家人心也无正。外国起初伫政团内底制造是非，安尼我讲，迄个政团就乱去啊，就对乱。啊、哦，所以唔敢讲出家人为着要做在家模范嘛，所以这个叫有应该有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就讲方道，听好无？譬如讲，我今日我应该有我的方道，啊，唔过我讲吼，我前日有讲过。我伫拜五吼，我那伫高雄有讲，讲我上只徛上讲台，我去讲话，拢处处那像圣人，对吼？唔过我落台，我像就一个平凡的凡夫安尼，我要跟你们打成一片，对吼？跟你们嘻嘻哈哈，嘛无啥要紧啊，啊了解吼？我下台了以后。总是不可以板起脸孔，这里是真庄严，搁落去下面真平凡。安尼呢，恁较袂感觉讲哇输，安尼吼，有一段威风啊，拢唔敢接近，吼、哦。所以恁要什么人要叫我讲话讲话，但是当然咱不如己，安听好无？阮有阮的立场，恁有恁的立场。哦，啊，我若家人叫我嘛，叫我食个饭。啊，有时我嘛甲恩秘书讲，哦，什么菜好食，什么菜好食，还没收账哈。但这个不要紧，唔是我去竞争，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口感，听无？哦，迄不啥要紧，迄唔是真大代志。哦，安、啊、了解吼、哦？所以你若是讲啊，肚巴肚枵，因为个人的消化器官无同。你若讲巴肚真了暗时啊。你甲食者泡面嘛，不要紧啦。啊，那六十日注意者都好。啊，听吼，啊六十日做，你那种哦，腰较真艰苦，咁要胃疼，你用一寡流质来甲啉啉的，我那无所谓。重要就是迄个暗时红阿婆最好卖困做伙啊。安尼就是，因为迄日早就是清净的意思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我正要甲注意讲吼，我哩今日应该爱有一个真有风度。会麻烦安尼，都我出家人都出家人的风度嘛，啊了解吼、哦，出家人一定有出家人的风度啊，出家人一定爱做在家中的模范，所以唔敢讲较来立处修道中。啊，我来今日真吼，恁唔敢接近我啊、哦，我已经叫做啥，雕工过境，雕工过境，听讲这个物件都已经翘翘，啊你要加雕的雕就煞过头的。啊，敢听无？啊，你当然恁就较唔敢接近我。啊，我若如果用这个方法甲调理一下，我注重大家当作一家亲，
当作姊妹啊，逐项嘛会使讲啦，对吼？但我得心来做，我准讲含恁逐项可以讲，但是我嘛爱注意，我言行绝对袂使唔对。啊，有那含恁说我讲话嘛无啥要紧，我捌甲恁讲过，文殊师利菩萨当时吼去在家中的厝。啊！像文殊师利菩萨去在家上厝吼，人即马就甲宽甲真济要好食，啊，就甲摆在桌下哩，啊，摆在椅下，就是表示尊师嘛吼。啊，毋过文殊师利菩萨哦，伊无坐在桌下哦，伊坐落土骹，含海人同齐坐坐的，啊，甲提在安尼，提在迄个桌啊，啊，含海众生开讲，安尼，伊就互人感觉讲文殊菩萨真好接近。真平凡，安听有无？安尼大家都含文殊师利菩萨开讲啦，讲一寡较平常话啦，安尼都大家真亲近啊嘛，听有无？好、哦，就是安尼。吼、哦，这点面的话爱捡起来用。吼、哦，啊，再来，恁要创我含我讲，来来，遐济遐济，有无？恁若要问我代志，恁徛间咧点点，有诶，着要拜，免拜恁合掌者，恁诶礼着安尼吼，来遐济。有什么代志小开讲一下？这个老菩萨啊，丹顶三不五时啊，应应得来，喊我开讲一下。对吼，一两礼拜、两三礼拜啊，得来喊我讲。啊，你有代志来找我讲啊？那就一家人吼，你当作哥哥嘛，安就好啊。安听吼，当作哥哥喊哥哥开讲两句话，都无苦爽。哦，安尼唔开当立将，即个是来讲安尼。哦，啊，你若讲讲徛到直直咧。唔敢叮当，唔敢讲卫生。啊，会个较早含我讲会紧张嘛吼？你敢有感觉？今嘛袂啊啦，应该是袂啊。吼、哦，会紧张吼，啊慢慢训练就袂。吼、哦，安怎样？你个当作是一个哥哥含哥哥讲完就好啊。安尼很平凡咯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安尼我就会当立奖励。恁对师父就有信心嘛？吼、哦，啊袂讲讲师父安尼面相安尼，不是摆迄个面相出来。哦，这句话就是结讲安尼，看来立处道场。那么第二，宁静欢喜，宁静欢喜呢，要互修道的众，吼、哦，大家当好好相处。这个小乘解脱团，所以今来这有这句话有包括六合经安尼。啊，咱、哦啊、今仔在家就嘛在爱好好相处啊，有啥物代志嘛爱商量啊。哦，未使讲卡袂掉，特别安尼。斗东斗西拢袂使，那安尼的话吼，可能不好相处。我再给你们提醒，安尼会好这道场乱。那么这道场就不好相处，不好相处，你离开就好了。好、哦，安那假使讲万一啦吼，咱来这一个非种人，就亲像当时佛陀给个阿难尊者讲，灭病，灭病听好无？不理他，安尼就好啊。哎呀，卖去讲伊安怎样？不过这个吼、哦，团体毕竟有加减一半个啊，安尼。啊，是我一个其他代志，啊，在安尼加紧，啊，在安尼制作问题，安尼讲话，您千万注意，卖怀疑别人。你若怀疑别人，可能会怀疑唔对去。可是要晓得哈，我们小团体那是安尼稳来乱哦，我不骗你。所以以后要小心讲话，小心开口。哦，咱若唔知就点点就好，卖有怀疑。哦，钱的问题啦，啥拢卖怀疑安尼。哦，啊，你若要用做就做，啊，无用做就卖啊，你就卖出安尼尔。哦，所以这个问题吼，修道将爱和和相处，这个叫做宁静欢喜安尼。哦，那么第三大难调顺者，宁调顺。安调顺念，就是讲用正法的戒律来调伏迄个顽固下劣的这个众生，因为众生本来就难调难伏啊。你叫伊卖讲，伊记咧，另一伊个袂记一啦。叫伊唔通安尼做，伊即马记咧，另一伊个袂记一啦。吼、哦，这个众生心就是安尼哦，我不骗你哈。应该咱今仔日吼有个文化啦，啊，就知影戒律安怎样讲。当然，这个心口意念爱作爱作注意的。哦，你心那是无好，当然无人知啊。你嘴那无好吼，我跟你讲，人拢总知啊。哦，啊，你行为那无好，人嘛知啊。哦，就讲不苦消者，但是绝对袂使犯戒之人。
吼、哦，要注意哦。所以用这个正法来下界来调放，这个万力的众生，这个用难调顺才会当调顺的，用戒律甲调顺安尼。啊，我之前甲恁讲过啊，你今日众生人甲无修戒啊，口戒那是不喜欢，你就不是去做口业啊，难免将来会得大报哦，你要注意啊。哦，那么第四叫做忏悔，就这样咯。忏悔当下呢，迄、那个定去做唔对迄种人，啊，定去做唔对迄种人，不过伊未使定做唔对，定未使定做，所以一定爱今仔日吼，这个小行路来，一定爱加以忏悔。哦，伊若不是去定唔对，当然伊未快乐啊，因为个保险钱嘛。比如讲，简单讲一句，杀业必定多苦嘛，啊，必定短命嘛。这必然的啊，恶口的人买多口短命，不好的人买多口短命。啊，这你得甲讲，吼、哦，在有忏悔，忏就讲对不起人啦，啊，愧就是对不起家己，对不起天地，对不起圣贤，对不起朋友，这个叫做忏悔哦。不过伊会有些人有这个后边的报应，后边报应怎么来哦？会记着，伊的过错，咱要怎样改改，互伊忏悔安尼。安尼来甲讲，事后伊内心就安乐自在。啊，你若有忏悔过咧，你迄个业障不是袂低咧。啊，你心就讲啊，我都忏悔过啊，我都拜佛忏悔过啊，几遍啊，一遍至七遍啊，啊，我甲放掉。啊，你将重要是将来唔通搁再做唔对啊。吼，啊了解吼，你来注意这点啊，绝对唔能够唔对，唔对你这个业你个砍掉了。今仔日我甲问迄个女将嘛。因有那家公公因翁做爱共叫安尼，啊对吼，你讲拢爱做爱三字经，厝边隔壁朋友来就安尼吵安尼叫，因某唔对安尼甲叫，啊这不是就变苦了拢来，好啊这伊就讲师傅，我甲你讲吼，看边那个扛起来，因翁讲我就讲你爱惨，将来绝对袂使恶靠钱，恶靠你嘛无快乐啦，哦，所以咱家这个万历的这个。信众啊，咱大家加加看伊安怎忏悔，安怎去修改。忏就是拜佛，啊悔就是修改。好、哦，安尼伊自然呢，伊就会当得到安乐自在。第五断现在有漏，什么叫做有漏？就讲有对他的这个报。比如讲，我今仔日有善业，就有善报。善报报尽，叫做漏尽啊。安怎样吼？所以即个讲好修道中吼，言行有一个规范。哦，比如讲，你今日去家人安怎讲，你会用讲；家人安怎修，你用修安尼。哦，啊，你若讲今仔学佛的人要对你修，啊，你都无这个资料解教，伊袂向修。当然，今仔日就是讲这个法师唔对嘛。啊，那是讲在家你讲啊，你个唔对，就搁家你讲；啊，个唔对，就搁家你讲。好、哦，啊，那个唔对呢，嘛是爱搁家你讲啊。好、哦，啊，个讲个都无法度，就放你去也无变怎。有一个女将菩萨在甲师父讲，我人哦，做阿签乐透，哈、哦，啊已经了十几万去啊，今晚要搁加客钱，但我不爱好伊，不爱好是甚么原因？不爱好，因为愈签愈了安尼。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吼，即、哦、有一寡钱人，阮后生要甲讲下礼堂个将来做安养基金安尼，啊那万一好跋了呢，就无啊。安良基金啊，交公司条呢，应该袂卸掉，剩伫迄个两三百万啦。伊讲即卖那是搁再好，伊即卖搁继续伫咧退，不过甲我拍安尼，一个唔好呢，想办法甲拍。啊，拢两个拢是菩萨者哦，你看就有颠倒无？啊，这伊有头前甲讲，我都已经甲提醒过啊，但是呢？两三天了，伊某佫甲讲说，听无呢？昨吼借机会甲我谈呢，安尼。安了，这叫做玩这个玩这个地主啊！啊，我不得已无讲袂使啊。一遍、两遍、三遍，拢总继续甲讲。即几日啊，佫唔知讲到底有变无变。吼、哦，啊，种有一天吼，我毋着讲讲了，伊伫电梯要坐落，伊正佫甲第二个讲。事今仔日唔大家讲上，可能小花知啊，小花唔知啊呢。
哈、哦，啊，伊家己反省啊，今输给讲啥物人，几个个在跋落土啊，几个踢太太啊，敢有讲四五百个拢在踢太太嘛？敢有四五百个拢加，拢加落土嘛？啊，我倒有时间，有一间个小间哦，有无进前一边有签无着的，隔边中间就接个三一万啊，三亿啊，我得加小间。爱拨的人注意哦，明仔载这是大主的哦，是三亿的哦。较紧，若无要听话的人，较紧去签完嘞。我得甲小庆道边讲就对了，看他见想在。吼、哦，所以我今麦要甲注意讲真哦，真真正正吼爱忏悔。啊，你今仔日做这个唔对哦，就是你今仔日修道场的中间吼，你讲话甲行为无正常。因为伊行为吼，对会踢太太，啊讲话会骂因太太安尼，啊即马着看变那个教，互伊断除即个贪嗔痴的烦恼安尼。吼、哦，即个是阮的责任啦哈，阮的责任。啊，但是恁卖衰啊，因为恁是啥呢？恁的咱的边啊吼，我即马甲恁讲，恁的你有一个良师，但是你的生活边拢也有。因为咱当这个听大乘法的，阿师皆甲恁得加大乘，所以应该安那互相小我鼓励一下，安了解吼，那万一唔对吼，你卖甲师讲，你去甲劝安尼，吼、哦，啊你若甲师讲，当然有先话引来引去吼，会引得到，可能你若有先较敏感，讲安尼可能我的代志有人去甲师讲啊，阿师讲应该是那好啦。因为我呢，甲恁提醒应该是那好，哈、哦！啊，恁即马万家甲讲的进程，你先讲，譬如讲某一个人有啥物唔对，你去甲讲，安尼袂使哦，安尼输吼，那知影是歹势哦，对不起输哦。啊，你嘛作业啊，哦，你会使安尼甲讲，哈、哦，安怎样哈？即、哦這个就是重要，就讲断现在有老业安尼，哦，烦恼啦，烦恼就有老哈。哦那么第六叫做断未来，有六种何修道场啦哈。除了会当断掉现实的这个烦恼的贪嗔痴，啊，加这个个疑啦、哈、骄啦、万道，以后佫会当产生定力，因为你若当着别个在作业啦，产生定力了，你就别个在有哪会当断未来烦恼呢？啊，你的烦恼若无断哦，我你讲哦，佛境地别生哦。就是烦恼无当吼，不是贪嗔痴啦吼，啊在做这个业，所以咱人的这个地背上吼，内底迄个叫做清净性，你不断得去蒙蔽掉了。啊，当然我唔知恁哪哪是我唔知啊，个名字都未使唔对，啊恁哪个唔对吼，啊我都无法恁啦，佛祖嘛无法恁啦，爱知无？什么人法恁？你敢唔变，什么人发你？啊，了解吗？哦，有啦，听见有啦，啊，都听到近几年，都原在咧死人个性啊，变乱，叫做死人个性，他都定型啊，都对了，那是死人肖像啊，未变啊，都死死啊，啊，你变怎？哦，当然你都未活啊，未活就讲未当复生啦，应该未使安尼真哈，一点注意哈，个因小可未来复正啊。你烦恼来，往别拢拢起真，就讲啊，那也是这个业色种子拢拢起真，你将来开当升就福地，福地叫做破戒地嘛。这个是阮今仔阮的责任，就是修行的这个自我解脱的这个道。第七，迷信加灵性，比如今仔日哦，虽然有皈依啦，啊，但是无一定去了解三宝啊，啊，无一定去相信三宝，皈依就一个形性嘛。啊，这样来就爱加加，一个加加，一个加加。可以让修行，可以让断业，可以让修行有一个品德生出来。哦，过去都过去了嘛，什么人无过信？对不对？咱敢无过信？我敢无过信？我嘛有啊，听无？我阿未入佛法，我伫一贯都会过信作贼哦，连个人的这个生活、歹生活都变未过哦。阿伫一贯都讲，佮退一贯都讲下凡啊，这是大过信呢。啊，生活上做生意嘛，真个过失啦，哦，但是即卖会使哦，会记得，即卖何伊伫佛法中安怎忏悔，啊，得到自在安乐，啊，对修道人，伊对佛法生信心啊，愈听义愈深，啊，愈兴趣，
唔通再原地踏步安尼。好、哦，就好像让伊修出境界出来，让伊感觉啊，我对这个事真真正正实在无白对安尼。未来世我绝对唔惊讲对了啊。佛法未让我对了，唔过这个事甲我释经、甲释法、释义，我感觉我今仔日真踏实安尼。我要修行有一个方向啊。好、哦，安尼这个就是啥？迷信加灵性。但是既然既信者，依信者了吼，灵性种有信啊，已经有相信的修道，但是一定要坚固这个信心。但是直直，啊像他们老去讲迄个吼，直直不退转啊，向前直直去哩，唔当一个逆境啊，就留来啊。逆境你有听无？人讲修行如逆水行舟，绝对袂使讲有一个逆境哦，啊你就准倒退，迄、那个创楼准冲来啊。啊，这样我唔得跟您讲啊，逆境的中间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信息嘛，听到无？好信息，我咧讲真正，因为伫这逆境中跟你磨练哦，你较会成器哦，我不骗你哦，哈、哦，啊，你讲大家拢顺境哦，我咧讲长期间顺境，未堪这一边的打击，啊，你就倒翘翘，啊，你若磨练哦，你该输该恁鼓励啊嘛，你也有信心。啊，坚固，愈坚固。啊，了解哦。安尼无你变哪做菩萨？你将来为众生牺牲的呢？即马一点仔胆叫你得去烦恼，安尼比赛者。哦，反正你将来要度众生，你会好人给你千刀万剐都不得搞哦。我不骗你哦，迄就是一个真大的正常缘。所以经中拢没去考虑讲安怎样。佛祖经过下目睭。经过下头壳，经过下骨髓，唔是一遍两遍咯，亲像苏米山那大呢。安尼看来，急速啊，三百阿点几个千分。哦啊，所以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磨练跟考验哈、哦，应该不要退。哈、哦，先讲哈，讲是安尼讲了，但是恁家己爱注意，有那免伤心甲感恩。我你讲现在要跟对方感情，你今日人也不搞我，我对世间哦未看开。我都跟你讲嘛，夫妻感情如何不一定好啊，听到无？感情冲突不一定坏啊，感情如何哦，你如不避开嘛。啊，若感情冲突哦，你会感觉讲因爱啥拢假，我要突破，我要改变，将来我较甲你救安尼。你那叫善良啊！比如讲，先生去给咱糟蹋，我见你教我磨练，我给你感恩，我白日较给你多。啊，那个爱笑啊，爱笑面啊，我利用个时间，甲领导先生分析嘛，约分啊，伊嘛甲讲我将来得变道理啊。哦，啊，恁都要辅导都安尼做，咱咪安尼做啊。安尼鼓励吼，更加经常有那带笑样，可以感觉讲我是个少年，我给你拍个你个笑。安条，哦，好一惊啊，迄一惊，迄对方真系惊。所以这个瓜利王家咧，忍不住先分析吼，瓜利王搞袂假着，知无？哦，爱注意啊，个人拢有因果啦，个人拢有业障啦。师父的徒弟吼，我爱恁有这种真有毅力的精神。好、哦，安了解无？哦，安尼开始当，较紧入这个啥呢？入这个个菩萨的。的行列来对恁，菩萨的行列，啊那无咱真无迄个水准吼，佫经不起考验的话，咱要安怎列入菩萨行列？因为菩萨拢历尽千辛万苦嘛，哦，安怎样吼？好，这条就是安尼，要正讲，地教正法得救主安尼，即句就较困难了，啊，即马叫做佛法了哈。我说见到两个现象啊，今晚是到两个现象啊。这实在是要讲人也悲哀啦，都停在那个啥，停在这个塔寺的塔寺经过，啊，还停在道经经过。
今嘛大时机都停停了。事实咱无道场也袂使啦吼，吼、哦，会记着哈，有哪爱道场，但是道场一定爱有硬体吼，爱产生软体功能，安尼起一间庙是较有适合。但软体功能是甚物呢？唔是干那当咩凉风禅啦、水落法咧，还是讲方便开示啦、拜佛，唔是安尼尔，一定爱注重这个如来正教向众生宣传。哦，这个等于爱行嘛，法师。啊，这法师唔得众生开当如何断烦恼，如何证无生法印，如何得解脱？这点呢，一定要有软体，啊，加这个教化功能。那无起伏是要创啥呢？啊，了解吼、哦，起伏是就变成一种心术尔。所以这么多地吼，有啊，大道场啊，去到富丽堂皇啊。啊，道场都加一个店，加一个店，加一个店，足侪店哦，全省各县市都有。哦，但是呢，内底无人去宣传，无人去实践。释怀，足少就对了。大多数在迄个所在叫做东街，拢总无即个经藏的深入。啊，像安尼学爸母，都带上双手念佛、困佛、上经安尼尔。啊，若有要开始两句，也是方便开始。即、这个就是无达到伊见识的基本作用。啊，了解无？安尼事实讲，在天地上，踏实坚固中，啊，搁再来，有时阵迄个道场内底吼，安尼互相交心斗共，这样也不对，吼、哦，安尼不对哦，迄就是修行无标准、无水准先算，安尼袂使，安尼颠倒百害佛法，吼、哦，爱注意哦，所以真诶，正在变让净化心地、断烦恼。一定要有法师直接来教，啊教吼、哦，一定要有一个处所，处所吼最好会当讲几本的经文。亲像师弟只甲恁讲过，讲过几落本经，啊恁当然安怎修行，恁就有一个特殊出来。好、哦，安那讲方便，甲恁开始想着着讲一地啊，讲一地，讲一地啊，我去讲，迄、那个法师也无水准，但是受伊领导的弟子嘛无水准。因为这个幸福的处事哦，概论断烦恼，正无生烦，它会当达到无上菩提。这条哦，就是一定要亲像幸福之道给讲的安尼，哦，皈依五戒、三戒、二生一戒，即嘛大乘不强化的这六波罗蜜，啊，加这唯识学，安一定一系列教出来。安尼，这信众才会当修行最准出来。安那无没有，安了无。所以我唯一的原则，对观世佛教加注意教，我有耐心甲恁教，恁爱耐心听。这个就是达到相信而不变安尼。佛陀本来就安尼啊，什么时阵故，有新的就变故的。因为这个佛法哦，力万劫而相信，这个叫做客力，啊、哦，特别删唔掉，啊、哦，所以有的法师就讲，我拢变用较方便，方便都方便了，都真落宝啊，对佛法真落宝，都无这个正法的义理进来底啊，所以应该吼、哦，我是个建议，咱较讲咧，建议啥呢？建议在大道场培养适合的人才。这个少年人才培养甲会当，这个经句内底吼爱讲会清楚，啊，这个经的每一个法，一定爱甲众生会当甲讲甲真标准安尼，啊，将甲因鼓励，看看鼓励，看看修，安尼叫做佛法力，吼、哦，力万劫而相信，佛法哪会使变，咱凡夫俗子哪会使变，
吼、哦，未使，态度嘛未使变啦。你知无？你唔知看无？我是唔知。你有去看无？我知。你有去比较无？有的乱七八糟，这条成果之道吼，都脱线啊！真，有的是在原地踏步，有的讲感应的，吼、哦，这个无上我拢都未向阐述出来。无资格啦，无资格求新求变啦，一变变的乱七八糟的吼，颠倒脱离出来性格。所以我将要讲下面这条，就讲啥呢？正法会当救助啊，这点比较要紧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根本到底佛陀的根本教是啥？根本，吼、哦，根本佛法，根本法。啊，加啥呢？加这个个关系。这应该是离不开啥呢？这个关系混乱了，离不开人性，离不开人天，安听好不？因为人天你那是有固着，你绝对袂对了安尼，袂对了恶道，会在善道。但是伫善道内底，他来接受到这个正统的这个根本混乱，根本混乱就第一，一定要开悟无生法。啊，知影无？他将来他会当成就无上道哦。我当看就是一定爱安尼。啊，你今日的变啦，他妈演戏啦，他妈跳舞啦，那个有什么用呢？哈、哦，刚才一句念佛啦，他原地踏步啦，啊，感应啦，今仔日一个，迄、那个啥啊？哈、嗯，这感应啦，讲啥呢？讲一个人负债三千万，念佛念家，一年三千万，拢总负债解决。我你讲，这会害死人，听好无？讲干那念佛拜佛，念讲负债三千万，就行了了。这是来害死人的，哈、哦！或者是这个人有其他因素，伊唔捌人，伊唔知影。听好无？有其他因素，伊唔知影，而是因果中忽然间下沉，吼、哦，所以绝对袂使用安尼来误导众生，安尼等于佛法就是求法报嘛。但佛法唔是求法报，佛法你若会用忏悔，就自然有法报，这个袂使宣扬。重要佛法就是求解脱的。安怎样？啊，你若安尼讲，都亲像结信上帝，就会当安怎样啊？都含迄个新道的，并无两样，所以这个种子的佛道，才变作新道，这样不对的。自古以来，无一个菩萨行者，无一个正道的这个修行人，也无经过磨练甲考验的。哦，啊，伊若安尼个误差众生，那个迄罪过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若礼佛忏悔，绝对一切业障会解决，迄毋免讲感应，毋免讲自自然然回归你本来的这种幸运。因为咱人的业识较浮现恶劣的命运嘛，你若彻底忏悔，绝对会恢复，搁修改。好、哦，这是基本一个法则哦。啊，你乱讲一场，所以这两个地方。叫做下书说乱，如行和尚，了解不？但是这么重要是这个精神，不是踏实。这么你要注意这点，是佛法的深意，加众生断烦恼而解脱，这点才是真真正正。所以法师一定要，迄、那个大单位内底吼，因都财源真济，佮再来人才嘛真济啊。但是一定要甲培养将来出来。社会讲经说法，讲贵本的经典，较好众生认同，来加加较好一点。什么叫做佛法？什么叫做非佛法？当然，伊就袂去信唔对。那无呢？有诶拜佛，甲当作拜佛嘛，听吼？安尼误差，即马换到即、这个，会误差即个信仰，对方一皈依啊，搁再袂了解讲，伊今仔信佛还是信佛？爱远离信道。爱个加加个往里心得嘛，唔通去博杯啦，去抽签啦，去什么烧金纸银纸啦吼，
啊，这叫实在在修行，啊，你较对啊。啊，即个变变还有诶无诶？佛法中哦，变成拜道还是佛法？拜道那佛法咯，买好道，持久性永存，还是爱佛法的这个人才？啊，你若是今仔不成才，包括不成才，你听哦，不成器啦，哦，虽然是出家哦，但是不成器。不成器就讲，用甲讲啦，不成才也对啦。这里甲讲人才也好啦，讲智才也好啦。不，这里在讲未做材料者啦，安听有无？未做材料的才，吼、哦，安怎吼？即句安那是用这里才，这是真正特色的才，一定爱会当精通经律论。唔卡会当学这个佛法持久性，啊！你若求心求变哦，愈变愈无法。啊！你这个佛法就流法，流法哦，我咧讲正法都灭去啊，到尾一定灭。但是佛陀讲安尼哦，佛法结灭的进程会搁中讲，有人会出来创造，出来创造从这个三宝吼中讲起来，这是写伫这个叫《宝积经》，《宝积经》内底佛陀。在这个徛舍文佛会，大徛舍甲佛陀讲，讲这个三宝要延续，唯有弥勒菩萨。所以佛陀甲弥勒菩萨摩顶，摩顶了后，讲这个三宝要灭的进程，你一定要出来做好，搁再扭转。好、哦，宝积经徛舍文佛会八十八，啊，了解哦。啊，所以现在在求新求变的哦，在真正糟糕，真正糟糕，我看得很清楚，啊、哦，求变求变，越变越糟糕。所以现在这句话哈、哦，就讲正法地球，就讲师父法永久中流人间，啊，不是神速的差事哦。迄、那个硬体物件哈，是一种象征性。讲这个所在叫做佛寺安尼，但是内底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是迄个内底这个精神甲法义的正确性，这点是较重点咯。啊，那是未对嘞，有啦，这个佛寺这大经啊，富丽堂皇啊，修改人几千人啊，啊，啊，皈这边皈的偌济啊，可是呢，迄、那个实际的佛法有没有啊？他们有没有考虑过？啊、哦，后来哈、哦，所以第九条正法第九条就讲：，诸佛佛永远中流人间安尼哈。所以以上是佛陀界定戒律的目的哦。看有无？啊、哦，那么这个唔得叫做律宗嘛哈？那唔得头前讲一个大乘论，这段叫做小乘论。今麦来简单甲做讲论宗，论宗就是十二部。其中的这个论据安尼，后来您先头前六十六页看一下，十二部，我去跟你念一下。有无？第一叫做客经，第二应相，第三方相，第四因缘，第五本事，第六本性，听过来？听好，接下来哈。第七味精油，第八比如第九论语，这个叫做论啊，对法理议论问答的经文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这个叫做论语，怎么这个论宗就是论语？好、哦，来先过到等来期待一下，吼、哦，所以证明为论语经安尼。那么论语经因为本经是佛陀这本心经啊。是佛陀为着要辨明法相，法相就讲诸法本相，哦，空相，安怎？所以详细有含对诸讨论这个道理，也是对。经典中搁再重新论说的，安尼叫做论，安、啊、听无？由经而说，搁再定佛陀讲经讲了啊。啊，即马搁在含在菩萨水准，还是讲在含在阿罗汉，搁在重新讨论，迄、那个叫做讨论道理。哦，这是一个点啦哈。第二，佛弟子讨论佛的言教，
譬如讲，即马佛陀就经讲了啊，啊经讲了呢，即马在佛弟子就他妈讨论，就讲心得报告，心得报告是讨论嘛吼，讨论了呢，即马即个，迄个叫啥呢？迄个大家共同议，议就是即个个论议，即个议哈，议论议议的发想，啊内容会当含佛陀相应，啊安尼较会使叫论咯。要注意哦，那是如果别当含菩萨相应，别当叫论。好，啊，唔过在后世的大典，比如讲这个大地大论的论，好，啊，如开书的论的论，这两种是以经为依据，才个论说出来，这个是有相当的水准。啊，唔过即卖论咯，甲看起来总结起来论，有足侪无水准的，真正真了足侪无水准的哈。好，恁凡世看无，但是我看有安尼。安怎样吼？下当含佛陀，而且个经相应，这个才叫做论咯。所以有时阵叫讲菩萨之言，有那叫做论啊呢。所以应该有菩萨的水准，才叫做论。所以佛陀灭度以后，诸大菩萨来讲圣贤的实状，因定下，这个会使成为论啊。不过若无水准的哦，就袂使成为论啊。哦，我都有甲恁提出这个几点啊嘛，譬如讲迄个净土论遐，迄作者是无水准的，迄含经相反违背，所以迄本辟义就是看出这个因在大德，是名大德，但是事实是非大德，所以我甲破掉，安、啊、了解无？唔对都唔对嘛，所以有的是讲叫我卖破，我无破袂使，无破再众生个祸害着。我就甲辟义嘛吼，啊了解无？破掉。事实讲，我嘛唔是无境界啊，我嘛唔是无勇气啊。反正唔对就唔对啊。你讲藏伫总经底，总经甲你藏一堆粪扫都要讲意思啊。总经内底粪扫嘛，所以无甲清清也袂使。啊了解无？我就是安尼有欺骗，我唔敢后世甲讲，因为对就对，唔对就唔对。啊，我今仔甲断定唔对。我唔是无加研究，听无？有加研究啊！所以迄个事实讲是论中的本色，迄、那个十二论的第七义是论中的本色，迄、那个净土论啥？那是净土论来讲，是这个世亲菩萨的健康。啊，那我给讲，迄、那个徛在啦，啊，加迄个啥物人，迄真真正正是真正无对论，含经有出入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哈？啊，即马搁再来哈，就是讲佛陀灭度了后，诸大菩萨现行之实状，本来成为论，但是爱正确，因为菩萨法义，本来会当含佛相应。哈、哦，啊，那是其他诶，即块在不中用诶，怎样？我若讲唔对，那不中用啦，安听无？我若讲唔对，有那是佛教中诶本色啦，我家己有那承认哈，未使唔对，哈、哦。所以但是呢，人书对经典的解释，这个叫做疏。所以同时，这德山双甘有注解一本《金刚经》，叫做《金刚疏钞》。安了解哦？这个书有整理《金刚经》，有整理《心经》这本，哦，啊，搁整理啥？这个搁《维摩诘经》，这个那是标准，这个就会使叫做疏疏。啊，那无标准呢，就是讲伫这个好好物件。共藏一挂粪扫倒来安尼了，这是罪业啦吼。所以有正确的注解，它叫做疏。好，这个论中大概甲咱讲安尼。时间到了，弥勒尊好，好。